取材自稀有的梦中竹材，刻画成纤细柔美的荷花，叶片上纹理分明，细腻的雕刻工法。今年70多岁的雕刻家彭安正老师将对美术的热爱具体展现在作品上。艺术即生活，生活即艺术，所以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，我还在创作。以天然漆器为媒材，不使用任何模具，直接推漆成器。蓝色象征夜空，绿色、金色点缀其中，代表夜空中繁星点点，呈现新竹县幽静夜色之美。那个像我们新竹县啊，山区啊，明朗的那个夜空上面有可以看到星辰哈，还有看到月亮那种感觉。这是竹林雅集会员联展，除了有竹雕和漆器展示，现场还有陶艺、木雕、琉璃等作品展出。邱县长也特别到场祝贺，感谢10位在地艺术家在地生根，为新竹县艺术推广来打拼。新竹县政府团队在艺文的方面，行政资源有限，但是呢，社会的人士、艺文界的朋友，他们都很主动、积极的、乐意的来参与我们整个艺文的活动。竹林雅集是由新竹县一群公益美术创作家共同成立，今年迈入第17个年头，从原来的彭安正、彭坤炎、张茂森、张茂清等竹林七贤，拓展成现在的10全10美10位美术家。他们各展所长，作品中流露出典雅秀丽、浑然天成的妙趣，让艺术及生活、生活及艺术的美学概念带入作品中与民众分享。竹林雅集会员联展从即日起到9月30号，在新竹县文化局美术馆 B1 和 B2 展区免费开放民众参观。